經咧去彼此嘅勉勵。咁我哋咧就睇一睇咧，今日我哋嘅經文喺以弗所書嘅第四章一至到第十六節。咁我哋咧就請弟兄啦嚟去讀單節，姊妹咧讀雙節，我哋一齊弟兄開始啦嚇。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洗，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世上老的时候，老了的时候，将各人的恩赐上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正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姓各行各职，照在各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自然增进，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唔该。今日咧係喺呢一度唱一次嘅崇拜，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将会去到呢个 Mount Benedict College。你回顧一下過往教會的我的真係日子，我哋教會唔長啊日子啊，我哋十五年過完嚇，十五年裏面搬咗幾次啊？三次啊！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搬，從呢個卡靈河搬去伊士門，由伊士門搬嚟依一度，由依度今日完咗之後咧，下個禮拜你去邊度啊？係 Martin Luther College 啊！哇，好似你有冇令你想起一啲嘢咧？在这样的十五年的里面呢，一路的迁移的时候呢，让我想回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民呢出埃及，一出埃及之后不是一个人去迦南的，一出了埃及过红海之后呢，就一路一路好像呢要在每一个站呢都要停一停一段时间。咁當然呢一段嘅經歷咧，有啲人話係以色列黑暗嘅日子，因為點解咧？佢哋不信，以致神要佢哋喺曠野漂流四十年喎。嗱，當然你可以從一個負面嘅角度去睇呢四十年嘅，但係同樣你都可以從一個好積極嘅角度去睇呢四十年嘅喎，因為喺呢四十年嘅裏面，雖然佢哋不斷嘅嚟去遷移。但你記唔記得喺裏面係點樣嘅？係有神嘅恩典嘅存在嘅，有雲柱、有火柱、有神嘅供應，無論係食物、水，甚至佢哋聖經點樣記載咧？連穿嘅鞋都冇破過喎，四十年唔破鞋。我諗佢呢對鞋咧，我諗都幾耐㗎啦。佢呢對咧，著咗大概有二十年。犀利啊！靚嘢嘛，乜嘢咧？二十年我唔係真係二十年好多啊！我係喺香港大概喺1997年左右買著嚟噶。好啊，靚嘢先嚟著嚟咧。所以咧買貴鞋咧有個好處，著得耐。好啦。講呢啲啊，翻去聖經嗰度。其實我哋可以睇到神喺嗰四十年裏面嚟去賜恩俾呢一班嘅百姓。當然你話佢哋係即係好似神咧，要佢哋學好多功課，因為佢哋未曾學習到足夠，以致進入迦南。因為進入迦南係要面對一個好新嘅挑戰。同樣，當我哋想到我哋一路都去問，啊教會一路都好想購買一個嘅自己嘅物業。但好像到今日仍然未買到，
我哋好似仍然好似咧，依度又幾年，嗰度又幾年，咁一路飄過去咁樣。但我相信呢個唔係因為神唔夠恩典俾我哋，但係我哋可能有一啲事情，我哋要好嘅學習，準備我哋自己進入神為我哋所得嘅應許之地。弟兄姊妹啊，我哋有冇咁嘅心去學習準備？究竟我哋要學啲咩嘅嘢呢？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可能我哋要學兩個嘅好重要嘅功課。第一個功課就係合一嘅功課，喺《以弗所書》第四章嘅第一至六節，佢裏面去講到話，我哋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嘅心。嗱，依一個我哋好清楚嘅，聖經裏面講到合一嘅時候，我哋係每一個個別嘅嚟到神嘅面前去接受救恩。而當我們走在一起相處的時候，我們總有很多的學習的地方，對不對？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同，就算我們最親密的一對夫婦，真的要去一世一生一世的長相廝守，都有很多功課要學，是不是？很多的拗撬，拗到的地步可能呢就已經沒有拗撬了，不過希望不是發展到冷戰。但是無論如何，一對夫婦能夠真的有五十年、六十年能夠仍共恩愛呢，其實可能在過程裏面呢有很多的所謂的零零角角要磨，即是磨到的地步呢熟曬，跟住大家都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你愛我，我愛你。弟兄姊妹，耶穌講過，他是一國的裏面，如果國民之間彼此的爭鬥，這個國就不能夠去怎樣長久的。同樣如果一個教會、一個群體沒有了合一，我相信這個群體很容易會散。然而聖經裡面講到話，我們要去合一，合一，但你留意喔，他說竭力保守，我們一起講一讀後面那句，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很多時候我們要以為讀這段聖經的時候，合一我們要製造合一，我們要自己合一去製造合一，但是這裡講的合一誰造成的？神造成的。原來神一早已經叫我們合而為一。為什麼會合而為一呢？原來在以弗所書之前，是這段聖經之前，是講的兩下藉著基督是合而為一，成為一個身體。當然這個是講緊猶太人非猶太人在基督裏面合而為一，但亦都可以引申到一個什麼地步呢？引申到就是說，我們一起的不同的背景的人走在一起，能夠成為一起，因為是耶穌基督親自作成，祂的救恩令你和我都可以成為這個身體裏面的一部分，各自為肢體，不是各自為政啊，各自為肢體，而聯合在一起成為合一，是祂作成的。那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之前那四個字，竭力保守，我們的這是我們的責任，竭力保守。竭力的意思是用盡快一切所有的方法，盡你所能去作成，或者去維護。保守是維護，合而為一。耶穌基督已經成就了一個合一在我們當中，將我們拉在一起。如今我們的責任是什麼呢？要竭力去保守我們，是用盡你一切的能耐。我相信保羅很明白人性的軟弱，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相處耐了，就會見到對方的不是。當然了，一對夫妻結婚之前，個個都是眼中夢中的所謂的白馬王子、什麼公主，但結了婚之後一醒夢過來的時候，嘩不敢的，尤其是第二即是結婚那天一落完妝，你不是的呢，你沒試過我試過啦，係喎，嗰晚
搞到三點幾，幫我落曬妝啦，我攰到我都快瞓啦，瞓醒都係咦，咁唔係變樣咗好多嘅啫，啊，但係都係嗰個樣嚟嘅。但生活耐咗，唔係個面子嘅問題啊，係我哋嘅即係行事為人，我哋嘅習慣等等。都完完全全係咩？展露無遺嘅時候，你仲愛唔愛人呢？好多夫妻以為結婚就係嗰個嘅，即係所謂嘅愛咧，就係好浪漫。但係真正嘅愛係咩咧？唔係即係睇到佢嘅好，係都睇埋佢嘅唔好，之餘仲要接納埋。你唔能夠愛嘅好，唔愛啲唔好嘅，係咪啊？每個人都總有佢自己嘅強，亦都總有佢嘅弱，總有佢自己嘅優美嘅地方，亦都總有佢一啲嘅需要對方或者需要別人容忍嘅一啲嘅習性。弟兄姊妹，我哋係咩嘢關係呢？我哋喺主裏面係弟兄姊妹。咁你話呢個主裏面弟兄姊妹，你可以話親又得。亦都可以話係好疏，有啲嘢睇唔過眼嘅時候，點解要喺依間教會？我去別嘅教會啦。但係點解你會留低？點解你會願意繼續同一班弟兄姊妹相處？唔係只係你見到佢好而已啊，而係你明白咗佢嘅性格上某一啲嘅特質，雖然係幾難頂嘅。但係都願意繼續以主嘅愛嚟去包容，嚟去學習嘅接納嘅時候，我哋就一齊喺依一度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一起嘅嚟成長，好難得嘅。有邊一個係從第一日開始到今日都仍然喺依間教嘅？舉個手。第一日。舉高啲得唔得？唉。紅哥你都係啊，你都唔舉啊你，咁我咯，張龍係啊嘛，唔會啊嘛，嗱，有好多有冇超過十年嘅？喺間教會超過十年嘅，舉舉手，十年啊，十年啊，超過喺間教會十年嘅，啊，真係感謝神都有啊嚇，好難得嘅，能夠大家一齊走咗一起，唔係因為只係睇到你嘅好啊，係因為睇到大家已經係。真係所謂女女外外乜都睇曬嘅，不過我哋願意話咩啊？走在一起，彼此接納。原來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嘅心咧，係唔容易嘅。要做到呢一樣嘢，必須要去努力。喺呢一度，我哋會咁講，合一呢一樣嘢咧，係真係唔容易，但係唔係難到登天嘅。點解？因為聖經裏面講咗，我哋好有一個嘅合一嘅所謂嘅有利嘅事實，七個咁多，我哋睇一睇聖經裏面話，我哋有咩啊？一主、一信、一洗，同一嘅神，有同一嘅聖靈，仲有咧？呢度冇噶啦，你記得幾多嘛？唔係嘛？係嘛？同一嘅洗禮，一位聖靈，同一個信仰，同一位主。七樣嘢，如果你詳細睇睇，嗱當然唔止係呢七嘅，但係用到七嘅時候，聖經裏面咧通常都有一個嘅表達係咩咧？完美，呢個係耶穌基督為我哋作成嘅完美嘅基礎，讓我哋可以去維護嗰個嘅合一。唔容易，但係我哋佢係可以努力一齊去做。嗱，其實要維護呢個合一咧，有好多嘅。即係所謂嘅行動要做嘅，我哋睇一睇有幾個行動。佢話咧，我一齊讀一節聖經啊。凡事謙虛、温柔、忍耐，用愛心寬容，用和平嘅彼此聯絡，以致到我哋能夠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嘅心。喺度提到幾個嘅詞彙：謙虛、温柔、忍耐、寬容。謙虛。咩係謙虛啊？咩叫謙虛啊？謙虛嘅意思就係話，你睇到自己嘅強，亦都好清楚自己嘅弱，明白自己嘅長處喺邊度，但係同樣明白自己有不足嘅地方。
當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時候，人與人之間最容易就是見到對方的不是，看到自己什麼都是，於是乎很容易就有一個的爭拗。但是作為一個謙虛的，聖經裡面講到謙虛是看得自己合乎中道，讓我們能夠明白你有你的強，我有我的強，但同樣地每個人都有我們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們需要在主裡面彼此的維護，互相的來配搭，這個就是謙虛。温柔是什麼？温柔不是指到哎呀你好啊你真的 cute 啊，那些温柔真的嚇死人的。真正的温柔是什麼？是有原則，但又卻不會零零角角的撞到人。你有原則在你的裏面，但你容易去真的接納別人的行事和你的不同。你不需要放低你的基本的原則，但是同時地我們要學習接納別人的一些的跟你不同的地方。温柔就是這樣，不是沒有立場，當然我們要看的就是究竟我們所持守的原則是不是合乎聖經的。有些的你的所謂的做事的原則如果不合乎聖經的話，我們就需要改變。一個温柔的人是能夠懂得什麼呢？聆聽別人的，是懂得怎樣去能夠去真的去自己去反思，以致明白。如果不懂得反思，不懂得明白，樣樣都以為自己是最啱嗰個的時候，你冇可能做到温柔。求主幫助你忍耐乜嘢？你幾時需要忍耐啊？你幾時需要忍耐啊？好興嘅時候嘛，當然激到你好興嘅時候，你先忍耐啊嘛。咁呢個表明一件好重嘅事情，喺相處嘅裏面，你總會有一啲所謂嘅咩啊？好興嘅時候咯。點解會咁噶？有冇搞錯啊？有冇講過啲説話你？冇啊，呃我嘅。嗱喺呢個時間忍耐咩咧？在聖經裏面是不是忍一次？聖經講的忍耐呢 endurance 呢是一個 long suffering， 是一個長久的忍耐。意思就是話對方不會一下子改的，有誰會一下子改變過來啊？我老婆忍我咁多年了，我都不是一下子的，話唉，而家終於收得少少的正果咯，真係忍你咁耐。而家你 OK？ 因為我經常我行路行得很快。如果跟我走過的弟兄姊妹呢，我走路呢 我走得很快，我吃東西都很快，唉，吃完了、啊、我有時候我太太說你可不可以走慢一點啊？你有一次呢試過呢 在黃國台拍拖的時候呢，我走走走走不見了他喎，我說你做什麼事啊？我心急在黃國找他啊，找了很久找不到，我回家跟住慶到我呢打了他，跟住打給他在家喎，我說你做什麼事，你不跟你走了不跟我說聲，我都跟你說你走了去嘛，你自己、到今時今日呢我仍然都走得很快，不過呢已經比以前慢了一點了。我跟我太太走了一年呢，我們由1983年認識至到現在30多年，他都說你可不可以走慢一點、啊、你即意思就是我仍然未怎樣改得好像所以當你去學習忍耐的時候，請你都明白一樣嘢，你不要要求對方一下子提咗佢之後，嗱點提咗你咧？點解你唔改啊？喂，改一個習慣係要好耐時間嘅，一個壞習慣你建立好快嘅啫，但要改一個壞習慣咧，有人計過啊，起碼都要3年。咁你唔好用呢個直接口喎，嗱我3年唔變你好難喎。啊、你如果那個人這樣跟他說，你就要跟我找我，我會罵他的，幫你罵他。但無論如何，請大家記得在忍耐的裡面給人有一種的什麼 gracious 的恩典，不要看面子，看死你都不改，經常聽你的話，你改啊，天跌下來才改，太陽從西面升上來才改，鬧交都是這樣的。
但係請你記得一樣嘢，唔好睇點嘅。忍耐係對嗰個人係有咩啊？盼望佢今日唔改，希望聽日能夠改啲。聽日改唔曬，阿雷牧師嘅太太都忍咗三十幾年咯，照忍落去先得唔得？都係長久嘅忍耐。喺弟兄姊妹相處裏邊，呢、這個就係愛嗰個嘅重要。唔係有神嘅愛，我哋點能夠忍耐咧？憑咩嘢忍你啊？好多人都係做少爺噶啦，只有人忍佢啫嘛，佢唔忍人噶。但係喺主裏邊，我哋要學習呢樣。最後寬容，寬容係咩嘢？咩叫寬容？你話俾我知。咩叫為之寬容啊？寬容咧，係咪咁啊？係啊，嗱，真係嘅呢個寬容係咩嘢咧？係一個人説嚟㗎。喺個人上嚟嘅，唔係我記住你先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仲係咁。真正嘅寬容，放低佢。有中國人嘅説話啦，你都聽過啦。退一步就點樣啊？海闊天空，但係唔好跌落街啊！但係進一步咧，有時咧我哋會咄咄逼人嘅咯。但係有時留有一個空間俾人，都係一個好重要。人與人相處。總是需要有一點二的給一些的空間，那個空間我來做什麼，可能自己去反思啦，又或者自己去做一些的轉化啦，給一些時間別人，不是時間可以改變一個人，我們知道時間是容許他能夠有一種的深的反思，又或者給他有一些的空間去自己去騰出來看看，因為人在一個很大的一個壓迫的裏面很容易會反彈，深層的內省是需要一些時間，真正的寬容是什麼，容許一些人有去學習的一個時刻，以致我們退一步，不要樣樣東西都釘住快才行、你有沒有見過一些夫妻一路死鋸難釘，但是去到一個地步真的拍台反台，跟住呢就鬧交，這個是很容易的爭執的所在，然而在寬容的裏面我們學習一樣東西，有時候用一些時間唞一口氣先、我們學過周天文老師教，他說有什麼教我們很多的技巧，其中一樣東西講話之前深呼吸一下先，慢慢地講，唔使咁急㗎。係，而家唔係世界末日，慢慢講。今日講唔到，就聽日講。總有一日，揾個最好時機同佢講。依、這個先係好。求主幫助我哋喺一度整個過程裏面，佢話用愛心去做愛。這個愛係你喺主裏面，我哋一齊享受過。但願我們能夠在這方面盡我們所能去學，好嗎？好嗎？好嗎？我對你旁邊的弟兄姊妹說，或者對你的朋友說，我們一起學吧。好嗎？好嗎？第二方面，喂，合一做什麼事？為什麼要合一事？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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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一就是大家箍埋一齊就算了咩？係嘅，原來聖經裏面保羅講到個合一係有一個目標嘅。我哋一齊睇睇個目標係乜嘢？我哋一齊讀一讀啊！他所賜嘅有咩啊？使徒有先知、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OK， 然後跟住咧，最後一句我哋讀一讀，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原來合一。是要叫身體增長的，不是黐埋一齊，你不是做一個嘅解剖的一個嘅即係所謂驗屍官，將啲即係殘肢咧去綁埋一齊，都是要合一嘅，將一分散的肢體合埋一齊，咁嗰個合一有冇意義咧？冇乜意義的，不過是整翻個樣出嚟俾你咁解啫，因為人啦咁樣咯，但是冇意思的，但是真正的合一是什麼？是一個目標的，是要叫這個身體漸漸地去增長，在愛中
建立自己。原来保罗在这里讲到合一的最重要目的是要叫身体增长，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去增长，增长到什么地步呢？长成好像基督的身量。有时我们不太明白圣经讲什么，什么基督的身量成长，但其实很简单，所谓基督的身量是指向什么呢？神爱，即是神对的爱和人对的爱都是与此来增长，是一个成熟，是一个完美。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合一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叫这个的基督的身体可以能够长成到讨神喜悦，人见人爱。我不讲下面那句了，人见人爱，人见到这个群体的时候是羡慕，以至于渴求为什么这个群体这么好呢？我都想加入。这个都是初期教会能够有增长，甚至是能够在这个的当其时一个不容易的世代成为一个强而有力见证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处的里面有爱，以致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他们的群体当中去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教会的增长不只是得个数量上，是质方面，这个群体能不能够活出基督那份的爱。在礼拜三的时候，我同同工一起去分享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我提到近来我自己最大的一个的想法，或者我自己最多想的一样是什么呢？其中一样就是一些的弟兄姊妹要搬的时候，他没有车，他怎样去到 Mountain Medical College 里面呢，离去敬拜。有时我听到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呢是不是很想麻烦一些有车的弟兄姊妹接送，因为他觉得这样长期麻烦别人呢是真的不好意思的。 我有时会这样想，请你不要这样想，因为就是有你的需要我们才可以学习到那份的爱。如果你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活出爱呢？就是正正是这个需要，正正是有这个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让有些弟兄有机会去活出爱，好不好？神就是想我们在当中彼此的关顾，互相的照应，从而显出那份的爱。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一样东西。是啊，好像很不方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需要亦都是我的机会向在神的里面去活出爱的机会来的呢？当你有些弟兄姊妹接送的时候，你不要想着就是哎这么烦的那些人，哎为什么自己不搞定啊，要我去接。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样东西，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学习去关爱他人的一个好的机会。弟兄姊妹，爱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我恐怕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口里面就是讲爱，但是心里面或者行动上我们却是有时候不懂得去活出爱。但是圣经里面是叫我们叫这个身体渐渐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增长不是只是得个质，是在个量上的增长，是包括个质里面呢都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叫人从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见到神的爱，以致被吸引过来去归向主。这个是其中一样的。第二，敢不敢啦，在这里怎样可以真的能够使到这个的真的身体可以增长？其中第一样东西，大致增长的方式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在四章第七至第十节，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恩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人的各人的恩赐给了我们。其实信主的人，神的恩赐已经给了我们了，让我们能够有恩赐可以服侍我们。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
每個人都有喎，而家講緊係，唔係你冇喎。你話我年紀大了我都唔使鬧啦，唔係都有喎。阿晴山都有嘅，或者阿珍姐都有，好多個都有嘅嚇、啊，甚至乎阿蔡太都有。不過睇下點樣用嘅啫。然而，我哋有冇好好嘅去了解到神俾我哋恩賜咧？第二喺度講到話，唔單止各人都有個恩賜，但我哋需要找到我哋恩賜嘅位置去服侍。撳下面嗰個啦，我哋需要發揮嘅教會嘅建立唔係只係牧師或者傳道人。佢話神所賜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師同埋教師，為要成全聖徒。而成全其實有三個好重要嘅意思。第一係一個保網，保網嘅意思就係話有破漏地方，將信徒放在其中，或者我哋一齊嘅去互補。另外一樣嘢就係一個嘅挽回啊，即係話有嘅軟弱嘅，有即係唔能恰當嘅人，佢可能會係冇喺黑暗高位服侍我哋，將佢挽回，鼓勵佢，讓佢可以去翻原來所應該有去發揮崗位嘅地方，去發揮佢嘅恩賜去服侍我哋主。呢個係挽回。第三個係裝備，我哋要去鼓勵，唔單止去鼓勵佢嚟服侍，並且要裝備好佢，讓佢能夠可以有足夠嘅屬靈嘅知識同埋屬靈嘅生命，去喺佢嘅崗位裏面發揮嘅一切服侍主。呢個就係我哋應該有嘅第二個嗰個法則。第三，我哋需要去做咩呢？喺呢個之前，我哋要問幾個問題，三個問題。第一，究竟神俾我咩恩賜？你問自己喎。第二個問題，我應該邊個崗位去服侍呢？第三，我怎樣去準備我自己去服侍呢？這三個問題我給每一個人，每一個我都要問一問自己。 OK， 最後第三個，怎樣聯於基督。我們合一不是說我想怎樣，誰想怎樣，而是問耶穌基督想怎樣。他是作元首的，連於元首基督的裏面。這個連於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去發揮恩賜的時候，我們在主裏面，我們要協作的。我們不是我喜歡想怎樣就怎樣，我做怎樣做就可以了。我們要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在這個崗位的裏面，我們一起按照神的心意去怎樣做是最好的，這個才重要。昨天搬屋，你知道要搬就很麻煩，但好感謝神喎、啊，阿Sylvan咧係一個統籌者，非常之好，好多嘅事情上，佢同我哋嘅幹事 Jessica 咧安排得好恰當。以前我哋做嘅時候，就一齊去做嘅時候咧，聽命於佢。阿Sylvan話：阿牧師你做依樣，我就會做嗰樣啦。我嗰日著住對靚鞋做依樣，佢話：你唔好沉啦，你要扶住梯得啦，哦，扶住梯。跟住有個，哎呀，牧師我真係唔～即係咁樣吩咐你好似唔係幾好，我唔緊要，你叫我做啦，就係咁啦。唔係一個因為身份，而大家喺一個嘅在主個裏面，我哋一齊努力去達成嗰個事情。感謝神，樣樣嘢都好恰當，係咪？俾啲掌聲我哋嘅弟兄同埋我哋主要博士，亦都係幫助我啦嚇。好啦，第二樣嘢，我哋嘅目標係要使基督身體被建立過嚟。不是為了我多厲害，目標就是我怎樣做這個身體可以被建立到呢？我可以付出什麼呢？當我們每個人都會這樣問的時候，這個教會是不會有那份動力，不會有愛心。就第三個，這個身體被建立的時候，其實就等於你和我都被建立了。原來真正的建立不是即是我讀多啲聖經，我靈修多啲，然後跟住我自己咧去操練多啲。真正的建立人就是你付出咗，你願意付出嘅時候，你能夠去建立別人。當每個人都係咁樣付出，彼此建立嘅時候，原來真係基督身體建立之餘，我哋自己啊，都係被建立嘅。牧師咧冇嘢叻嘅啫，講到死鐵把口。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厲害，
即係搭台搭凳啊，或者做嗰啲咩嘢，好好醒。雖然我哋大家彼此去輔助，讓我哋能夠主裏面付出嗰份嘅動力出嚟。好啦，時間關係，或者能夠我哋一齊講，希望呢個係成為你嘅一個最後金堂嘅道嘅一個嘅提醒。為夠過嘅五年喺度敬拜，我哋真係要感恩。未來喺新嘅地方咧，我哋敬拜咧需要咩啊？感恩。喺新嘅社區見證咧，要需要咩啊？協助。每個人一齊努力。但願我哋喺度 say goodbye 喺呢個地方啊，唔係 bye bye。但係咧，我哋去新嘅地方嘅時候，我哋真係努力嚇，好冇？好啦，咁啊請敬拜者一齊上嚟咯喎！我哋一齊咧嚟去指住一首詩歌咧，嚟去表達我哋對神嘅嗰種係感恩，同埋咧喺。